最近频频发生的这个仇亚裔恐袭活动呢，让我很惊讶的是，很多的这个元凶居然是黑人。黑人前一阵子搞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呢，亚洲人是他们的主要支持者的。他们走上街头，亚洲人给他们很多声援，很多帮助。现在黑人属于恩将仇报，倒打一耙，对不对？把这个背后推人致这个泰国28岁老头死亡的这个黑鬼，对不对？这个黑人真的是完蛋的黑人，对不对？你这玩意儿，你本来是跟亚洲人是同一个战线，亚非拉，对不对？现在居然成了创普支持者的帮凶，真他妈丢脸，对不对？黑人真的是不上档次了，真的是，对不对？哎，难怪白人歧视他们，我看歧视的应该非洲来的奴隶，真的是永远是没有办法，居然欺负到华人头上，真丢脸了。